哎呀，好，谢谢小七妈了。哎呦，我也想您了，来吧，抱下。哎呀，你是你回到家里买这么多礼物干嘛呀？哦，这些都是小布跟小七买的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叔叔，这是我们给您做的点心，您看看合不合您的口味，而且我买了很多食材，一会儿做给你们吃。哎呀，小七，欢迎你啊！谢谢阿姨。哎呀，这里还有。哎，别站着说话了，到里面坐吧。来，来，坐。好。 待会儿我做菜给你们吃。好啊。这好像怎么跟柴姐说的不太一样啊？人类女性真复杂。加油，没事，我再去。好啦。谢谢。哎。 小笨蛋，连个蛋糕都拿不好，什么呀？你还说我这个蛋糕是给你做的，讨厌，现在吃不了了，哎，就真的只能拿去。调皮，不要这样玩，不喜欢。哎呦，好，不玩了，抱一下。 安助理，方总，科研部那边来消息了，批量生产荷尔蒙素成功了。方总，合作方那边约了咱们上午开会，他们现在已经到公司了。让他们等一下吧。哎，别让人家等，马上去，你去忙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快去，好吧，抱抱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 怎么可以亲一个？亲两个。小七，香水的样品已经送到生产车间，过几天就可以正式上市了。真的？下班我带你吃大餐，好不好？今天？好不巧，刚刚小布跟我说有事找我。 让我回去找他，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了。啊！哦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可是我们下次啊，我先走了哈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我肚子好痛，我上个厕所。小七。
我们开普敦星人如果想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话，就必须维持我们的生存能量。你本来在地球已经待得太久，能量也消耗得差不多了。上一次你又帮方冷抵挡了攻击，所以你的能量在迅速的流失。光是能量消耗，超能力用不了也就算了，今天一直都在头晕。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危险的信号。小七，跟我回母星吧。不行，回去就见不到方冷了。小布啊，你快帮我查一下，如果我不用超能力的话，能在地球存活多久？嗯，最多超不过一个月了，而且身体会越来越衰弱，最后连走路都会觉得累。这件事儿你们两个不要告诉方冷啊。你看看啊，穿情侣装给对方唱歌，一起吃炸鸡，这个就是你的愿望清单啊。对啊，你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我，你是不是想说我幼稚啊？简单了，你看一天都完成了这么多个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虽然愿望是简单，但重要的是要跟谁一起做。但是还是想帮你完成更有意义的事情吗？小七，你不用特意逗我开心，只要你能在我身边，我觉得这已经是我最幸福的事了。